和耕之美在于和义，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，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。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2500多个民族，多种宗教，不同的历史和国情，不同的民族和习俗，孕育了不同文明，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。